今天所要献的诗歌是《让》，常常因为人的有限，我们的服事、敬拜、赞美也跟着有限，有时候甚至连祷告都辞求。愿我们每个人都按他所造我们的独特来敬拜、赞美、服事他。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及言行举止都能为真心、诚实、圣洁的服事、敬拜、赞美及祷告。你仰冲家教书